我先介绍我自己，呃，一般朋友都叫 Fox，那呃，我呃，英文名字叫，呃，中文名字叫肖尚农。那过去呢，过去几年我都在做都跟网络啊、跟社群有关的事情。那第一份工作，我一毕业之后，那是在松冈科技。那松冈科技当年都是代理非常多知名的呃线上游戏或单机游戏，比如说啊、呃、CS 啊、暗黑破坏神啊，或者是魔兽争霸之类的游戏。 那我在那边公司里面，我最早是在网咖。你看，2 0零一年的时候有非常非常多的网咖，我在网咖里面办活动，办 CS 的比赛。所以其实呃，小时候就做了非常多呃在实体里面的活动。然后在这家公司待了呃三四年之后，我就看到一件事情。那时候有呃有有一个游戏叫《风之谷》，那时候是由呃这个游戏局子所代理进来的。 那他进来的时候，其实呃，老实讲，并不是期待非常的高。他肯，他就想说，哎，我做了几件事情。那其中一件事情是，呃，跟雅虎奇摩做合作。那你可以知道，雅虎奇摩当年的时候，其实流量非常更好，比现在好上可能呃三四倍以上都还还还是不错的。那嗯、呃，那时候他们就导入了非常多的流量，跟风之谷合作，那把风之谷拱上了一个免费的游戏的高峰。那据我所知，那时候一个月。 呃，雅虎奇摩可以从这个游戏分润，可以赚到数百万元。于是呢，我那时候就在想，那是不是如果今天我要做一个呃游戏，要做热门，结果我必须要仰赖一个非常大的入口的网站，那我干脆应该要去入口网站工作才对啊。所以我就投丢履历，想说要去呃雅虎奇摩，结果没有没有上，结果我跑去呃番薯藤。 那去了番薯之后，当然我还是做一样的事情，就是呃，跟呃做跟游戏有关，然后做呃跟家事服务有关。所谓家事服务就是跟付钱有关的事情。那那个时候就呃包含了游戏啊，呃股市理财啊，算命星座都是我负责的项目。然后再过了两年，那我知道有一家呃韩国最大的网络公司，他要来台湾。 于是呢，我想说，哎，那我应该要去这家公司，因为这家公司不仅做网络，它也做游戏，是一个很厉害的网络公司，叫 NHN。那它是个韩商。那到了台湾之后，哎，各位可能不知道 NHN 这家公司，但是我相信各位的手机里面都有装他们的 App，那个 App 叫 Line。那 Line 其实是由呃这个韩国公司的日本分公司所开发出来的。那当然，它现在变独立，变成一家公司了。所以其实它的影响力其实是非常大的。 那我在那边负责一个项目叫 N，叫恩词库，<music> 它是一个呃英文的字典服务，它又做了两年，然后呢就离开了，那跑去呃红海就受不了，就只待三个月就又跑掉了，然后然后呢呃又回到了呃这个番薯藤，那负责天空部落格大概半年的时间，那就自己出来创业了。 那我现在做哪些事情呢？我做三件事情，一个是呃，我是爱料理的呃创办人之一，然后像刚刚王大哥有介绍的，呃，我是 inside 的创办人之一。那第三个是呃 TIA 协会，呃，台湾网际网路及电子商务协会的理事之一。那呃，回归到我当我们当初创业的原因呢、啊、那这其实可以回归到呃两千零八年，两千零八年的时候，其实呃两千零七年呃，贾、呃、伯斯介绍了 iPhone，iPhone 三 G。 呃，然后呢？两千零八年，他在呃发表会上面呃介绍了 App Store，所以第一件事情，两千零八年介绍 App Store。然后呢？两千零九年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在台湾发生的。呃，那个时候我们一直认为啊，Facebook 已经它是两千零四年成立的，我们觉得 Facebook 在台湾以外的地方都非常的火热，可台湾一起都热不起来啊。那时候最热门的是扑浪，Perk。 那我们想说，诶台湾可能就被普浪给占据占据了，就 Facebook 进不来了。结果没想到，在二零零九年的时候，忽然间所有的新闻都在报道说，诶开心农场在台湾好热好热哦，然后所有人在玩这一个游戏。那那时候，所以呃，两千零八、两千零九的时候，我们都在讲 App 经济。呃那时候指的 App 经济指的是两件事情，一个就是 mobile 的 App，一个是 Facebook 的 App。那但很呃，但现在大家其实，在 Facebook 刻意的打压底底下，现在其实没有人在讲。 App 了，这 Facebook 其实现在再再也看不到游戏这个项目了。那但是在两千零九年的时候说，哎、呃，我们应该来创业，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做 App。那这跟我们有什么相关的？那个、时候，呃，两千零九年的时候，我刚好也认识了我两个 partner。那呃，我在最左边，然后中间叫 Richard，那个是呃，我我我们爱料理共同创办，现在是 CTO。那最右边呢是 Lawrence。 那我们其实大概两千零八年、两千零九年就已经互相认识了。那嗯，那时候 Richard 他才十九岁，所以我们一起创业的时候，成立公司的时候他二十岁，那到现在他才二十五岁。那其实是非常年轻，我们就在一起创业做这件事情。那我们并不是为了创业而聚在一起的，我们是为了一些呃呃，就是觉得好玩，所以我们就参加了嗨客松。你看两两千零九年的时候，我们就在参加。 Yahoo 的 h a c k o n 的，这已经是七年前、八年前的事情了。我们就要参加 h a c k o n h a c k o n 不是今天才有的。那我们一样就是 h a c k o n 然后就关在一个呃一个大的场地。然后因为我不会写城市，所以就有两位他们两位来包办城市，然后我就负责出馊主意。然后然后呢，因为我不会写城市，所以我呃到晚上十点我就跑回家了。然后隔天再来，他们把城市写完了。然后我就看他们两拍的，所以于是我就拍了这张照片。 然后我接下来做的事情就是像呃，就是准备他们原本我们做好的主题，然后呢就上海简报。那于是我们刚上一张图就是拿了一个呃 Best Search Hack 的奖，所以其实我们是觉得嗯、呃、好玩，然后所以聚在一起做这件事情。然后这个是呃这个是一个 Subway，那两千零九年的时候我还在 NHN 工作，可是呢呃这一家 Subway 是在南京东路呃兄弟饭店后面的一家 Subway。 每一个礼拜，我大概会花两天的时间，我们三个人就会聚在一起，然后呢，就是呃一起想说，哎，我们今天要做什么样的 Facebook 的 App 才会红，才会热门？那时候就一直在想这鬼主意，但是实际上很明显的没有红半个。我们大概想了，我们做了大概三个 App，都都没有红。那所以那时候就觉得很好玩啊，一直觉得说我们可以为在网络上做些什么事情，那就不断的尝试，不断尝试。到此为止，其实我们都没有成立任何的公司，任何的事情在做这件事情。 那同时间在两千零九年的時候，我又做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呃，我们那时候做了一个 Inside 的共比的部落格，然后我们是两千零九年十一月成立的。那那个时候，呃，就是几个朋友，包含了现在 Line 呃 Line 的总呃总经理陶运志，然后还有我们刚三个创业伙伴，还有一个是老茶，他那个时候服务呃无名小站，然后还有一个是右哲，他现在是在贝壳放大，也是共同创办人。那那时候我们六个人就聚在一起，然后想说我们应该。 呃，Facebook 在台湾很红，可是我们在在网络上找不到什么 Facebook 行销的资讯，或者是一些 App 开发的资讯。那觉得说，那我们自己来做这件事情好了。于是我们就开始写文章。那我们怎么在进行这件事情呢？我们是决定说，呃，一个礼拜，我们一个人无偿自己上去写三篇文章，一个礼拜写三篇文章。就是我下班之后，我八点就要开始看新闻，然后开始呃结合自己的一些知识，然后开始写出一篇文章。 那我两千一零年的时候，我大概光靠这样子，我写了两百篇的文章，就是没有人付我钱，我就自己这样子做。那呃，那怎么这是六个人怎么运作呢？那个运作的方式是，如果那一个礼拜那个人写最少的文章，那个人要请另外五个人吃饭。所以两千一零年的时候，我吃了非常无数多顿饭，大概周末都有人请客啊，所以觉得非常开心。所以这是我们做这件事情也不是为了钱，就是为了好玩。那呃，就就。 持续这样做下来，那一直到了三年前、四年前的时候，因为我们后来做着不止这么多人，后后来大概有十几个人，这个制度就整个崩坏了。因为一个人请十几个人吃饭很要命，所以所以就呃，所以就变成我们就把它成立成一家公司。那现在就是有一个呃，大概有四个正职的编辑，专门在做一些呃这些科技新闻的分享。所以呃，这个是 in side 的部分。 那同样的，在呃稍晚一点，就是到了两千一零年四月，那时候我还在啊番薯藤。那各位知道，番薯藤其实，在呃呃这个路口网站的战争里面，其实在很早，他可能就已经输给雅虎、ah、奇摩。那我我那个时候，呃一零年回到这个呃番薯人的时候，我看到 App 这么多 App 的事情发生的，那就觉得说，哎、欸，我应该呃让番薯藤来在 App 的时代里面。 打场胜仗好了，所以我就跟公司提议，然后说：“哎、欸，我们买一堆 Mac，我们买了一堆非常多的 MacBook，准备呃，然后让工程师准备来开发非常多的 iPhone 的 App。那”那呃，那于是我也找了 Richard，那时候他大一大二就在堆一堆呃，大概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工程师上课，上如何教学呃，怎么开发 iPhone App 的课程。那这是那时候的照片，而且很巧的是，我去找这张照片的时候，我发觉是是二零一零年的四月二十三号，也就是今天。 就是六年前的今天，那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那嗯，那刚刚刚刚讲说他在上课，然后有一天呢，我就陪着他就下课，然后我们就走到捷运站，然后说：“哎、欸、，Fox，有很多的公司啊，想要做 App。你要想五六年前大家都想做 App，那他说有人找他接案做 App，那呃，他想说这到底该怎么处理？会不会很多拿到很多个人所得，所以有的没的问题？然后我，然后我就说。 听说，听说开公司可以节税，听说，然后他说哦，开公司，然后他就回回去了。然后在隔个大概一个月之后，他来说，哎 f o x 你要不要来跟我一起开这家公司？然后于是，于是我就想，嗯，好，我想一下好了。那刚好，呃，番薯人在那个时间点，他们有很多的决策，然后非常动得非常缓慢，然后我觉得有点有点灰心，所以我就觉得，好吧，那我就跟你一起出来做这件事情，因为反正。 接案应该就有案子，然后那时候 iPhone App 这么夯，应该是饿不死的。于是很单纯的就这样跳出来。后来我必须我必须讲，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就是一直濒临的快饿死的状态。所以其实接案还是非常辛苦的。那呃不管怎么样，我们就二零一零年八月我们就成立一家公司。那这张照片其实是二零一一年、二零一二年时候拍的，就是那时候后来隔了一年，我们在做爱料理的时候，另外一个伙伴呃中间那位 Lawrence。 他离开了 HTC，一起加入我们，那一起做爱料理这件事情。那呃第一年接案，我们做非常多的 App，包含了呃东森大选的二零一二年的 App。我想这个 App 应该是独一无二了，因为呃再也没有人会为了一个大选独立开发一支 App。那时候我们就这样子做了，那那个是那个时候就是哎、欸、六年前的事情。然后我们也做了呃台湾大哥大。 然后 UDN，UDN 的某一个版本是我们做的，然后现在交还回去了。然后呃，包含《中时电子报》、包含《二十一世纪房屋》等等的，都是呃我们在当时间做的 app。我们那一年大概做了十几支 app，然后很幸运的活了下来，因为其实接案有非常多时程、非常多细节要去处理。然后嗯、呃，那。 我们接案接了一年之后，就在思考说：，哎，我们一直在帮别人做别人的产品、别人的 App，我们应该要做自己的东西。那于是呢，那时候二零一一年的大概夏天的时候，我就呃跟 Lawrence 讨论，跟 Richard 讨论说，我们应该下一步我们要做些什么东西。于是我们几个 idea 出来，那最后我们自己评估之后，我们决定，好，国外有非常多的食谱网站，那我觉得台湾那时候缺乏一个这样子饮食有关的一个网站。 那于是我们就决定就做食谱网站。那呃那时候罗恩斯就离开了 HTC，他花了两个月，大概九月到十一月，呃十月底，呃我们预定原本预定上线的时间是二零呃一一年的十月三十一号，然后罗恩斯打算花两个月把这个网站给开发出来。那结果呃就很快的他们就把它给弄出来。然后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十月三十一号的时候，我们就关在我们办公室，那他很 panic 就说 f o x 我们有一堆东西都没有准备好，我们真的要这样子上线吗？会 epic fail 哎、欸，然后，然后，呃，这个，然后我就说没关系啊，我们再延一个礼拜。于是我们就延到了十一月呃七号去上线。结果呢，他那一天同样跟我讲说，fuck，我们还是很多东西没准备好啊。那我说不行，我们给我们自己的 d a y l i h e 反正现在都讲金石创业，我们要及早上线，那及早呃这个、试错、快速迭代才能够成功嘛。 那于是我们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十一月呃八号我们就给它上线了。所以那上线其实才是所有事情的开始而已，它不是终点，它只是开始。你会发觉非常多的问题，你要去处理。那所以十一月八号正式上线，所以到现在我们大概是呃将近快呃四年半左右。那我们现在已经成为了呃台湾最大的食谱网站。我们现在的呃会员数大概呃有一百四十万人。那 完全由网友分享出来食谱数大概有十万多道，我们没有一个，我有写了五道食谱了，但是就大部分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食谱都是由网友来分享的。那我们做这个网站最大目的的第一件事情，其实就是解决所有人想要下厨相关的困难。那坦白讲了，我必须在今天讲，我说我认为我们做到这件事情大概只做了百分之。 三十到四十吧，其实还有非常非常多的事情没有做，包含了很多数据的分析等等的，我们都不认为自己有做到极致。那也这也是我们接下来要努力的方向。但我觉得做这件事情最开心的事情，这一张图是呃呃一个电影叫《呃五星主厨快餐车》里面的图。那那个主厨他在做古巴三明治，很开心的样子。我觉得做这件事情最大的意义就是说，我当我知道非常多人照着食谱做做出来料理，然后简单很简单，很好吃。 大家觉得很开心，这是我到现在做这件事情最大的一个成就感的来源之一。那那很多人接下来就会问说：“哎，Fox，你你们的第一个第一个用户哪来？第一个第一到食户怎么来？”那实际上就跟 h k s o n 一样，呃，大家都在写程式。其实我那时候量安那边没有事做，然后我们那时候就看了呃其他的呃类似的网站，有一个网站，在食十网站比我们早上线六个月。 那那个时候我就在想说，呃，那别，没事做，我看他的粉丝团大概有两千多人。于是呢，我的目标九月的目标就变成是说，我要在两个月在上线之前，让我的粉丝数可以超越他们。所以我们就很努力经营，大概经营了一个多月之后，我们十一月八号网站上线那一天，我们的粉丝团大概有一万多人。那所以呢，我们的网站上线第一天的流量并不是什么个位数，而是大概是呃两万个 PV 这种的感觉。 所以其实我们就已经做好了准备，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有了用户。那那食谱怎么来的呢？那食谱其实我我们其实是找了五个呃布洛克，那他们来，我们那时候跟他讲说，我们给你一点的费用，那你除了在你自己的布洛克里面剖食谱，也请把食谱一起分享到我们这边来。他们说好，所以我们大概准备六十道食谱，那想说诶，一天剖个两则，大概可以撑一个月。那如果一个月后之后。 如果这个网站没有食谱，我们大概也可以收了。所以那时候觉得说，好吧，这个就这样子去尝试。那但很幸运的是，像我刚刚讲的，我们导入的大概呃有粉丝团有一万多人，结果有两个人把他们过去在无名小张跟匹克棒的食谱全部灌进来。所以呢，我们大概第一天大概就有十几道食谱第二天大概就破百道了。所以这件事情整个历程说，哦，太好了，我接下来有食谱继续可以贴了。那所以我们就解决了两段问题：鸡生蛋，蛋生鸡。这其实是。 非常呃，如果你要做一个平台服要非常仔细去考虑的问题。那很多人都会讲，都会问说：“哎，那创业遇到的困难是什么？”呃，坦白讲，我前面两年我们遇到的困难，我都不会称之为是困难，因为因为毕竟我工作比较久了。那他们两位也都是非常厉害的城市的高手，所以在城市上面或者是网站的运营方面，其实对我们来讲都不是困难。但是。 随着时间的过去，大概呃两年之后，我认为就会遇到一些一些瓶颈。那些瓶颈来自于哪里呢？比如说第一个，这个是呃猎豹呃猎豹科技的执行长叫呃傅盛，他说了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要呃方向比执行力还重要，因为你要把事情呃想清楚再去执行才是对的。 那我把这篇文章呢，呃，这是英赛的文章。我把这篇文章分享到墙上，然后我看到，呃，有一个人叫赖玉敏，可能各位不熟悉。他曾经是呃华彩软体的董事长。那在两千年的时候，他其实投资了非常多的事业，其中一个事业是呃战略高手，呃台湾最大的网咖的连锁的通路。他那个时候开了三家的，呃呃，他说他一开始投资，呃开了三家的战略高手，其中这一家是在。 这个站呃呃火车站前大雅旗舰店三地大概三四百平，非常的豪华的网咖，开了三家之后广获好评啊。于是呢，他觉得对这方向是对的，然后就很大用很厉害的执行力去执行，结果他就在两年内开了一百家店。然后事实证明方向错了，因为后来大家都、呃、家里的宽平宽啊都非常的好，没有人要在网咖里面打 game 了。那所以他在两年内就赔了五亿。 所以他就说这方向错了，执行力太好，结果就呃方向错了，执行力太好就赔这么多。如果执行力差一点点，他可能只会赔两亿，店不要开那么多嘛。所以这个方向比执行力还要重要。那在第二个是因为过去我们都非常的自负，觉得哎、欸、什么事情都可以自己来。比如说呃我觉得在行销啊或运营方面觉得自己很厉害，那或者在城市端我们有另外两个很厉害的城市人员，我们觉得哎、欸、做网络事业嘛，这样就天下无敌了。 但是其实是错的，因为呃，其实还我们还是需要非常多的，需要非常多的专业经营，包含了从业务端、行销端到后勤，包含了财务、人资等等的。那其实要找到对的、好的呃专业经营人，其实我认为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这一张图是呃这个高年级实习生劳伯丁一诺利用他的一些过去的经验跟知识去协助一个创业者。那我觉得这个故事就是类似的启发。 那最呃，那第三个其实是呃管理跟文化。那我最近也在看另外一篇文章，呃石玉柱，他是呃巨人游戏的 CEO，他最近回归公司了。那他跟马云是好朋友。那他就他们两个在讨论一件事情，他们在讨论说，哎，公司里面坏人比较不好，呃，公司里面有两种人，一种是坏人，一种是小白兔。你觉得哪一种对公司的危害比较大？那答案其实是小白兔。那呃，我时间快到了，再给我三分钟。 呃，控制太差，呃，那他会讲说为什么小白兔，哎、呃，坏人为什么没有那么严重呢？因为坏人其实你知道他是坏人，我会提防他，我会小心他，我会注意他的一举一动。但是呢，小白兔会看起来太无害了，但是他就会哎、欸、这样子，就是没有产生业绩，没有动力，他没办法为公司产生竞争力。小白兔才是呃危险的的一个族群。所以其实这也代表了一个是文化文化的部分。那这个是我。 我这两三年来提任的最强的一件事情，管理跟文化是非常重要的。那那如果对于呃青年他们要创业，我我会建议什么事情呢？其实过去很多人都会直接就是说跳进来吧，不不先是不知道啊。但是我会说，啊、呃，也许先去公司，不管是大公司或者是创业型的公司或小公司，都可以先去做呃一些工作，那培养你自己对于工作的纪律。 累积你自己的人脉，来以降低你在创业里面可能没有想都没有想过的一些风险。那呃，我这边很快速带过，我会推荐几本书跟创业或科技有关的啊。这本书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叫《必然》。那现在只有简体中文版，它是由 Wire 的这个创创刊总编 Kevin Kelly 所去呃写的一本书。那到六月它才会有英文版，这也很特别。它首发是简体中文版。 那这一本书对于未来的一些科技，尤其对于人工智慧的一些 AI 的想象，呃，是非常到位、很厉害的。我非常推荐这本书。那接下来有几本书我就快速带过，我就不讲原因了。那这个是从零到一，由 Peter Thiel 写写的。那这个是呃，这个创业维艰，什么才是最难的事？这是同一本书，左边是简体中文版。那 Google 模式，艺术，工作大解放。 那这些我都是认为，如果您要创业或者想探索工作之外的一些呃知识，这是很棒的书。那最后有一本我也觉得很推荐大家看。去年一年多里面，呃，中国大陆的呃著名的创业者们，他们都在推荐这本书。他们说他们看科幻小说，看《三体》。那这本书同时也是唯一一本这个中国的科幻小说得到这个欧美的最高雨果奖科幻小说的呃最高荣誉果奖的唯一一本中文小说。这其实是非常厉害的一本一件事情。 那这是我推荐的几本书，那谢谢大家。好，我们谢谢 Fox，来 Fox，呃，请您移驾到中间，我们跟大家互动一下哈。呃，听完 Fox 演讲之后，学到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创业可以节税，<laughs> 是吗？组长是吗？<laughs> 好，开玩笑的哈。那个 Fox 刚才提到了几本书哈，这本是其中一个。什么才是最难的事？我现在把这本书送给在座的一位年轻朋友，但是我希望你上来跟 Fox。 互动一下，这是难得的机会哈。但是我给各位几秒钟的时间想一想，你想要问发什么问题？其实发子刚才讲的相当丰富哦，不管是松刚、番薯藤啊、Line 的母公司哈，或者红海哈。最后你也提醒我们，就是创业虽然现在非常热，但是到大公司适度的学习是可以为自己累积实力的哈。那这是他人生第一阶段，人生第二阶段你遇到了好的伙伴，然后开始。 创业，然后一开始接案，那后,后来自己在 Subway 里面想要写什么样的 Apps，也失败过好几次嘛，哈。那他的失败并没有被媒体广泛的报道，我也是今天坐在这边听他讲才知道的。哈。所以不管你要从事什么样的创业，可能先为那些失败做准备，哈，那当然，他看到了一个趋势，他开始写了 I Cook 之后，以及 InSide 网络之后，哈，就有了非常非常好的成就，哈。那这一点当然是我们大家希望能够。 效法的那最后，他也提醒了我们一些呃，不管是管理或工作的重点哈，包括了兔子跟坏人，到底哪一个比较危险呢？或是你是兔子还是坏人呢？啊，这些都让我们自己思考。好，所以我现在要征求一位坏人到前面来跟他互动一下哈。嗯，我看起来你像兔子。<laughs> 好，有没有？来，Fox，你挑一位我们。 有四位好，他们都很热情。我们先掌声给这四位鼓励一下好吗？好，谢谢你们，因为你们从小到大教育不鼓励你们在这种场合举手发言，干嘛呢？对不对？为什么要被注意呢？但你们举起手来，我觉得不容易哈。Fox，后,后,面一点后面那一点好，来后面那位小姐欢迎你哈。其他三位待会还有机会跟 Fox 互动哈，不要客气。来，哎，来来,来，这位小姐我请你到前面来，你们把这本书献给她好吗？大家好，我是 Tara。 啊<好>、呃，我想问，请问一下 f a s t f a 中间。嗯，当初你在创立爱料理的时候，你运行了多久？你才决，设定了个多少的时间轴，才决定说，哎，它可以继续运行。啊、呃，比如说我现在有个想法，那我还不知道它可不可行，可都在我的想象中。那我如何去执行？执行到一个什么阶段？但是我表示说，哎，我可以继续进行，跟我要停止。 好问题啊，对你也不可能做了五年做不起来还在做嘛，对不对？但是比如说我是要算个一年、<对>三年，哦、还是我看到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必须非常的小心。好棒，好，对不起，您应该叫什么名字？我叫 Tara。Tara，好好，T A R A。R A 好，Tara 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当我们有一个想法，我们去实践的时候，哈，我们要怎么样评估到底这是不是可行的？哈，到底是做一个月还是做一年？ 啊，那如果我做一年就收，会被别人笑我半途而废等等，这的确是一个大家都思考的很重要的问题。Foxing，我如果你问我的话，我会认为是呃三个月到六个月了。那但是因为牵涉到你可能要创业的业态要做的事情，其实这真是一个很难回答，事情。我只能就我过去，我只能讲很狭隘的，就是呃 App 或者是 Internet 的相关的创业。那我们可以看到可能是三个月到六个月，如果一些。 从用户的数据里面，你看到其实没有太大起色，我认为就应该做适度的改变。对对对。它其实时间是非常短暂的。因为我的问题是说，比如说我现在我的城市还没开发，但是我必须是跟虚拟虚实整合的部分。那虚实体的部分，我必须跟人很多人去做交流，并不是说我把它放在网络上就可以，我必须在实际上操作。那这样的状况，我必须拉长我的时间吗？ 其实我觉得没有哎、欸，因为想去讲虚实整合，其实有很多东西在线上可以用比较简单的资源去达到相同的目的。如果因为比如说呃，有些时候我们要做人工智慧，但实际上它的背后是工人智慧，它可能是堆叠非常多的劳力下去。你可以假装那是，因为它你可能呃，比如说消费者透过一个表单，可能他以为那是全自动，但实际上没有那个就是你，那那个就是同同样可以办到的事情，是你不需要程式化。 但是你一样可以做到同样的事，情，你就會知道说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人买单。你不要做了非常多很多的城市开发很多之后，就发觉实际上这全部是个空想。嗯，那这个就比较危险。嗯、<對>好，好棒，好，泰瑞，谢谢你。好，你看你们这一段对话多么有机，哈，多么深刻，哈。呃，三个月到六个月，或六个月到半年，哈，这些大家凭各自的状况来去评估，哈。但各位。 虽然你们都很年轻，但人生苦短哈，不要在一个错误的方向上不断的去丢一些资源。刚才发 a 已经给我们看到血淋淋的教训哈。泰尔，谢谢你愿意上来，其他三位，待会你们还有机会跟 f a s 互动啊。发 a 把这本书送给他哈，呃，也让你能够受惠于这些国际大知识。我们掌声给泰尔鼓励一下好吗？谢谢，谢谢。 我们创业是为了圆梦，留住阿嬷的味道，让大家都吃得到，就是我们的梦，创业的梦。创业超不浪漫啊，我们年轻人哪有什么本钱？我在网络上查了很多资料，发现政府有很多资源可以运用，像是教我们申请贷款、创业咨询、找顾问请教，还有讲智商行销课程。现在这些资源被整合起来，成为一个挺年轻人创业的平台，也可以说是一个引你圆梦的平台。